好，回到新闻现场，赶快为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了。就在稍早的时候，金管会召开了记者会，对外宣布中信金公开收购新光金，主要有四大理由。哪四大理由？分别是呢，整并方案不完备，事股处理缺乏具体执行内容，寿险子公司的掌握不足，最后呢是公开收购与换股一起没有办法保障双方的股东权益。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，要提供给你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